Hello，张哥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拍什么吗？围巾吗？好聪明啊！肯定是啊。那你今天这一期的主题你想做什么呀？想做什么？因为他们可以，今天你是微信最大，他们可以听你的。好难想啊，这个。给我推荐一个吗？我推荐吗？你知道叶问敦吗？啊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那你可不可以演示一下？试试吧，试试吧。怎么蹲的来着？是这样吗？然后脚尖下去是吧？对，太简单了。膝盖脚，但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对。那你以他们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们做这个有难度吗？肯定有人会强撑，但是。我估计一下啊，你要想如果努力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的，然后梁文应该努力一下也还行。算轩不好说啊，算轩看他情况吧。我丁哥也不好说，丁哥估计不好说，可能我估计最大几率完成的应该是要想吧。那你要不要设置一些奖励和惩罚？奖励和惩罚那就是他们赢了就我夸赞他们两句，然后输了就他们夸我两句。就只是夸吗？要不要我找一些比较厉害的夸人的文案？你这个搞得我心里有点慌，说实话。肯定是很适合你们的吗？我看到挑战者已经从楼下过来了，我也等会可以抓他了。那也不是不行吧？那我们先去抓第一位，走。那第一位可能就被我抓到了。哟，啊，张哥。来吧，马哥，你知道今天要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给你一个挑战，赢了有非常浓厚的奖励，输了的话也有很惨的惩罚。啊？对。可以那天奖励是什么？不行，等完了才能。还惩罚什么？惩罚其实是。我们两个之间的一种，你等会就知道。有你在，什么有我在？来吧，老哥。好，我讲。对，你要尝试最近很火的一个叶问蹲。这个吗？对。蹲。就这样蹲啊！跟他去讲，你能保持坚持住5秒。对。就这样，刚刚这个角度吗？对。上上点强度呀，看他这样。可以，你说了算。随便上，随便上。看强度，来上。10秒，对吧？然后手得动。要不然5秒手得上吗？可以，那就6秒这样，好吧？得从这个动作完成开始数6秒。哎呦，拉一下，哎，我抽筋了。会的，直接往后倒就行。来吧，好，试试啊，开始了啊。嗯，要这样是吧？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要起来。哇哦，好强啊，老哥！我是第一个成功的吗？对呀。你看我不是唯一。怎么办呀？那我不是得让他奖励了？这就是你的关，这就是你设置太简单了的。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我得升级一下难度了。来吧，那把奖励的那个词儿给我。这个奖励真的很重要啊！它就是一个词，就叫词儿。但是我发自内心的。你以为我为什么喜欢盯着你啊？苍蝇破地无缝的蛋。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
你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眼神，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都是吸引我更靠近你。你太坏了，可我根本做不到你坏。刚哥，刚刚这不是我的奖励吗？你为什么惩罚你自己？对啊，你的奖励啊。我很喜欢。你不是喜欢吗？我好爱你啊。好的，我到时候联系一下工作人员。工作难度组每个人发一发一个工作，然后你还要继续去找下一个人吗？是吗？你觉得够咆哮吗？够咆哮的吧，这个还马老师觉得够咆哮吗？你要保护我嗓子，你要保护我嗓子。对，我们就是咆哮就是这个样子，咆哮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马老师演一下，我演的。张哥觉得呢？想想下一个人吧。什么？换一个，别叶问蹲了，那就加叶问蹲加一个，能加什么东西？就是你让他把那个叶问蹲不是这个脚吗？让他在他的脖尖上绑着这个东西更好看。对，那个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。是不是很强？试试嘛，如果可行，马上再不试试。不是，咱们必须要是一个可行的，别到时候他们说这是本身这个太大了，我用瓶盖吧。瓶盖先放你脚上吗？就放在这儿。对，只要它不掉，就算成功。对，然后坚持三秒吧，那就五秒吧，五秒就够了吧？哎，这个很难，这个等一下吧。只要它脚够稳吗？这个才是真正的挑战的难度。OK， 哇，这么难吗？下一遍，这个必须要找好位置。哎呦，可以的，这个挑战其实。然后他还必须要这样。接着可以。就以马的这个标准啊，镜头为记录啊。因为有人他们不能说这个不行，有人完成过了。完成。可以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他们一定会收到应有的惩罚。那他小组嘛，你快一点好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来去找下一个人吧。但也不知道他在哪。能找到就是缘分吧。啊，原来缘分这么快就到这儿了。Hello， 小哥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在偷偷点什么呢？我在工作，好吗？我是努力的打工人，还不能好好工作吗？来吧，我们有两个必须要人力完成的东西。完成不了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可能有人来阻拦我了，那我得把这个东西给你说完，你完成得了我会给你奖励的。为什么要赔东西？对，你两天是不是你有空吗？赔东西哦，你们在赔东西，那拍啥呢？你们现在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吗？看你的情谊了吗？纠结的状态，现在很纠结的状态，哪边更情谊一点？他们都过来打光了，你看，那就先把这个完成了吧。好的。你要做那个什么叶问蹲吗？啊！不，你是等一下，我还要加难度的，你不要这么急。不是，不是，没有你这么简单。做完了，然后呢？没有这么简单。把上面瓶盖在你的脚上。放不放？然后，不要，你要这么放，你这样放失去平衡的。马哥做成功了，来嘛，我也可以。然后你得起来的时候。哇哦！就这样，五秒钟就很快了。来，啊，五秒，给你十五秒啊！因为我这样说是五秒，对，哦，好，五六七走，看吧，我就是看轻松。哎，我就是看轻松。妈妈妈妈！你怎么这么快？我刚刚说他说能排。张哥，你不要。刚刚你慢慢给我立 flag， 来，再来一次，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好，你这，哦，这大水桶刚来是吧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现在火焰。啊，那没办法了，他是贼酸，他
虽然第一次没成功的吧，但是时间里到，所以说要接受惩罚了。但是其实挺厉害的，赫尔在这等你那么久，来吃小赫尔吧。我也要完成这个挑战了。你也完成？我连蹲都蹲不下去。我刚才就给你那个瓶盖，你只要能撑五秒，你都不用把它贴在脚上，不用把它捡起来。好，甚至不用起来。我想试一下。这个挑战有点那个什么，这在小哥还是想办法，你要再尝试一次吗？要再尝试一次。你想再尝试一次吗？还有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就别的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能赢一下，我就算说是吧？来，三，哎不不不，哎呦！你让我自己来，我立得住，我立得住，我绝对立得住。都是掉的，还是掉的。看，你的这叫什么效果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对吧？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要，不要扶我，都不要扶我。不扶你，不扶你。这技巧绝对没有了。好的。好的。好，今天游戏就到这里。你看刚刚这个侥幸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三哥，我再来一次。我太菜了，我看是我的问题。你这个算额外。我要接受严峻的惩罚吗？哎，应该是先这样，再这样。那还有几分钟吗？4、3、2、1，可以。但是你这算额外加成，他不算。为什么就算额外加成？你看他们的抢先跟我抢，我失败了好多次了，是的。是啊，三哥，我觉得你第一次你也成功不了。我绝对能成功。而且我已经，而且你想，等一下，而且你想，我在做这个之前，我是不是做了至少有3次？这是不是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行为？那就你说了算，好不好？啊？那你说了算，成功还是失败？我觉得既然我都失败了，那就没有人。那没办法了，确实没办法。那没办法了，真的没办法了。说吧，严峻的惩罚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要用爱宠式，就是哄小动物的语气说这段话。真的吗？嗯。要以什么方式？哄小动物的语气。什么动物？哄小动物的语气。张哥，你说啊，哄小动物，那不是动物的惩罚吗？你就自觉来到中间。我谢谢这个不做这个蹲不下去，原来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。哎，不是，怎么？不是，张哥，你自觉来受害者呢？把手伸到可爱的胸部面前，看看他到底会做什么。我看的时候没有这条吧，你们这会有呀，没事啦，生活会。算了，我先配合他一下，来吧。虽然这个惩罚很不可以，但我可以配合你。把手伸到可爱的小张面前，可能他会做这段词吗？有的，有的，来吧，快。那我们应该做。来吧。来，轻轻的靠在哥哥的肩上，面对面。轻轻的靠在哥哥的肩上，有这个让有，竟然要做完，我都不觉得这个层呢，没有这个层。你问导演有没有？他们都是人家也是微肩，没有事儿，你是微肩，微肩就是要那个乐于奉献。张哥是史上最卑最那个最卑微的 VJ 吧？来，拿近一点。我需要非常宠溺的，我这个属于被骗了。气泡音。你以为我为什么喜欢盯着你？宝贝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每个动作，没有人在看我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情，一个眼神，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都是吸引我更靠近你。
你太坏了，可我根本做不到。还有，哦，还有一句话，不爱。做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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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我感觉这是对我的心理程度的极大的惩罚。我感觉这是对我的心理程度的极大的惩罚。还恐怖小动物，我觉得角色代入太难了。可以，可以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完了，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咱们，我这个好像说是，三哥，我是什么？抽泣。抽泣。你以为我为什么喜欢盯着你啊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吧。每一个动作，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眼神，都是精心设计好的。吸引我更靠近，你太坏了，可我根本做不到。我爱你。你要水呢？你要水？快！再见不冲突，再见不冲突。好了，看了，你要不要来点？污染了。这是大海的眼泪。你是不是那个红小动物吗？你怎么能出来了？这是真元的眼泪。不，他是我最爱的人，他不能流泪。不，他不能。我今天感叹你长了，对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好吧，好吧。今天的惩罚就到此为止。我也需要去缓解一下我现在的心情，我太激动了。怎么样？就是我那段是不是有给了你很强大的心理冲击？我觉得冲击太大了，简直是一环扣一环，是不是？就感觉心整个就像过山车一样。心理节奏太好了，跌宕起伏。跌宕起伏。就我是有感觉到那个情绪的在入，我真的感觉到了。对，贺锦麟那个就是有点，有点小动物。我说实话有点小慌，他那个表演，我当时说实话是一种，你现在觉得我也很慌张，你在干嘛？好吧，那咱们这个环节先过去吧，今天就剩他们两个输了。那咱们去找下一个，你们要加满吗？还是下一个？加呀，你为什么不加呢？这样他们可以起来就在。可以吗？我知道了。下去的时候，但是最近被盗了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！对的，除了可以用这个东西，背一下，背完了再站起来。万一他背不下来怎么办？真太惨了。读一遍。拿着手机读一遍，你就把那个。哎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加读一遍？提问，像不张威杰，我输了，但我不能加吗？你加吗？那你这个会不会太长了？那个其实不长，真的，读的快就很快。找，你就搜嘛，我给你搜。我想他们起来之后说一句 Thank you， 可以吗？这是可以的吗？对，就这个。他真的说得完吗？就是我要加的是蹲下去之后把这首诗念一遍，然后起来是吗？然后再站起来。可以。然后小贺是不是要叠 buff 吗？我可以叠 buff 吗？叠吧，你都别太夸张了，他这个已经有点下来。可以啊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他在背完这首诗之后起来的时候 Thank you 他起来的时候要不要单腿这么在单腿这么立着呀？不用 Thank you 刚刚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好的，有点复杂，说实话那个人可能会心态爆炸的。还有几个，还有丁哥，还有耀哥，还有范轩。好的，我会去睡。 OK， 来，
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。小女孩我来我呢来吧走了，拜拜。啊，又不小心抓到了一位幸运观众，虽然不知道他在这做的沉思什么，但是今天他就来接受下一个挑战吧。来吧，亚轩，你知道接受什么吗？今天呢，我是今日 VJ， 但是你要干嘛来着？哦，你要接受一项任务，如果你完不成，你将受到一个严重的惩罚；如果你完成了，将得到一个很好的奖励，你接受吗？什么奖励？奖励，接受吗？你什么奖励？接受吗？你先说接受吗？什么？好的，跳过这个环节，他已经接受了。下一个环节是故意气场哥。下一个环节是说呀、啊，做那个叶问蹲。啊！谁呀？哎呀！有请张哥。哦，他要试了是吗？呀、yeah. 不、你看，我瞬移到耀文的旁边。啊，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。刚刚在拍东西吗？对啊，现在已经开始。OK。啊，又要进入工作状态。好、啊，现在有一个任务啊。啊。就是很重要的任务，如果完不成，有一个奖励。完成了一个。完不成有个奖励啊！那一定完不成，完成了一个奖励，完不成一个惩罚。惩罚什么？你待会儿做了就知道了。好，这个任务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前面呢因为加了很多码，所以说导致现在有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。首先呢，基础上是一个叶问蹲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叶问蹲。叶问蹲。Easy man。好，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下去之后，把这首诗快速的念完，念完之后。起来，同时你的脚上有一个瓶盖在这儿，然后你起来的时候，起来之后你得把瓶盖这样一踢，然后用手接住，就这个你任务完成了，太简单了。还有一个，说一句 thank you。哦，然后起来之后接住的时候 thank you。OK。OK， 来吧，你要从下去开始，我帮你放。好，可以吗？我帮你放五页啊。巴山楚水西凉地，二十三年气质深，怀旧故音闻笛赋，稻香翻似烂柯人，沉舟侧畔江滩过，碧树亭头万物春，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好，起来瓶盖摔下来，接住。Thank you。你要 Thank you。Thank you。行吧，我可以加东西吗？你还没奖励呢，你奖励完再加上奖励。哎，好烦呀，怎么他是奖励啊？他刚刚称帝了，你可以算他失败。哇，你没说不能称帝啊？其实称帝了有点。那再来一次。还来一次。我有坚持不懈条件。好，再来一次。他只要能称帝，不称帝就算他赢了。我待会就剪我这一边。哎，我们是剪的是这个吗？对啊。OK， 来吧。巴山楚水西凉地，二十三年气质深，怀旧空吟闻笛赋，稻香翻似烂柯人，沉舟侧畔江滩过，碧树亭头万物春，今日听君歌一曲。待会就剪我这一边。Oh my god！ 好的，还是剪我刚刚那边。OK。对我说出这句话，其实这是我的惩罚。我今天已经听了两遍，我觉得有点受不了了。你以为为什么是别人呀？不行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内心里面有缝。你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，你的每一个表情，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都是吸引我靠近你。为什么这么恶心？你们都念了吗？都念了，很尴尬。我真的来入戏，入戏很快就完了。我根本做不到完。我是应该什么反应？好的，霸总。
就是他是 thank you 啊，他叫个 thank you， 我加个 thank you， 我是熊二，你是熊二，这样哈，对啊，这样，哦不，我是熊二，thank you， 我是熊二，对。好，做两个八拍，好，一二三四，练两个八拍。我是熊二，我是熊二，可以。我来听一下。在睡觉了，不好意思叫醒你。丁哥这么快就醒了，可能浅睡眠，浅睡眠。来吧，丁哥，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这么困啊，打扰了我，那没办法嘛，他们强迫我的，那我只能怪杰米子。他们强迫你？你看我多不愿意打扰丁哥呀，一定要必须睡一会儿吧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今天不完成就回不了家了。你们什么任务来着？有个任务，你赢了有个奖励，输了不弄吗？对呀，节目组说我失败了，就给我画一笔。你失败了这么多次啊？对呀。不，准确的是画，是他们失败了很多次，然后给我画了很多。一个任务是奖励是啊，有奖励啊。有个任务，赢了就有奖励，输了就有惩罚。我觉得奖励跟惩罚都是一样的。差不多，确实对我来说都是惩罚。对我来说都是惩罚。就是叶问蹲，但是要加了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蹲是这样的，天哪，我们是有个瓶盖，是这样的。你要先打水，你这样蹲下去要把瓶盖放下。好痛。那就直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吧。那就直接进入挑战失败的环节吧。你知道他那个环节了。那我还是挑战他。那其实就是。你这是成功过吗？有啊，好多梁耀文成功了。梁耀强其实也，梁耀文是撑了一下地，但是算他失败了。我成功了，那他能算我失败？你也是那种掉成功的。我绝不做过一遍。你是成功，你试了很多次，这个怎么就没有成功？你跟我说拼手成功。然后那个谁，马哥成功了。来，看一下。你行吧。来吧，但是你等会儿有个很重要的，等会儿你要把接住他，我接住他，对，你要把他踢上来接住他，对啊，你就蹲下去，然后把这只手念完，然后念完之后把起来，然后起来把这个接住，然后说 thank you， 然后 thank you， 然后 thank you， 我是熊二，我是熊二，我要结了，说四遍，来吧，丁哥下不去了，八仙除贼。这样吧，给丁哥，你要不先下去，然后我们再给你这样放点。你先下去。对。我们主要是来吧，这样也可以，我觉得有一点难度的。二十三年，秦楚神，怀旧空吟闻笛赋，道仙三次让步，神主三千翻过，郡主前的万物春，今日听君歌夜曲，在我平天长长精神。来，慢慢来，然后慢慢骑。哎，接住，可以 ，Thank you， 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我是熊二，我是熊二，然后丁哥又成功了，然后这次又该我的惩罚了，我是我的惩罚，你什么时候？是你给丁哥的奖励，你的奖励，我是要夸你的，你以为我？你以为我为什么喜欢丁哥你啊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眼神，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都是吸引我更靠近你。你太坏了，可我根本做不到。我爱你。有感觉吗？你们快来个感觉。我好感觉啊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来拥抱一个吧，结束了。好了，丁哥感受到我的爱了。大了呢，三哥。丁哥快加个码，加个码，加个大浪呢，小哥，谢谢你。最后再加个动作。我是小哥，加个勾脚看。好，就这样。再来牵个手。好 ，OK。
记住了。OK， 好，今天应该完成了。走。小聪刚已经知道任务是什么了啊，但是很尴尬的是中途发生了很多意外，所以说小聪需要重新加很多很多 有趣的东西哦。所以说呢，各位老师们，可以带个门吗？这样把这个姿势念完，然后起来，然后起来之后，你需要这样把它踢上来，然后接住，接住之后你是 thank you， 然后我是熊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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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最后这样，然后来，来，快来吧，完成了有奖励哦，没完成有惩罚。不是，怎么要读完吗？对，读完然后再起来。读完为什么完啊？那你就输了呗，我可以辅助你一下，凌晨。我要跟你演戏吗？你听不懂啊？我不需要，那你这样吧。啊，你快点！不唱什么快乐？拜拜。你唱我演戏一下，快点，快点。就是这样，然后蹲下去，然后你念这首诗，发生谁记得第二十三年七十三的话，就封印文集部，当上自然科人，成就风范，千万不要分数行动，虽然今日平均分一尺，但明明是一人起来，一人。然后这样，然后 ，Thank you， 我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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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成功了吗？我成功了。啊？应该确实是。稍微低一点，我比他低一点。我可以撑一下地吗？你撑哪？你只能撑一下，但不能一直撑。谁比 care 多，东哥？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，来下去看，先下来吧。给耳风，听着了。没其他话，你放个脚尖好了。你再放个巴山楚雪，也凄凉地，二十三年气之深，怀旧空吟闻笛赋，稻香翻似烂柯人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我真的不想给他奖励了，真的受不了了。刚才他给我奖励，你干嘛？你把文案发给他吧。好。好，亚轩，对不起，你玩了这个游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失误太多次了，刚才也掉了。那你给我来一个。你在为难我吗？我是 VJ， 我是金瑞 VJ， 本场你要把这段词念出来，把以一种阴阳怪气式的方式念。你以为我为什么？你有关系？你以为我为什么喜欢叮咚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眼神，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都是为了吸引更靠，都是吸引我更靠近你。你太坏了，可是我根本做不到。哎，好恶心啊！念完了，是张哥自己写的吗？他们每个人都念了啊。阴阳怪气吗？你还要再来一遍吗？你觉得满意吗？我觉得挺满意的。那就这样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的 G， 今天的 VJ 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啊！大家再见，晚安。